我觉得我的喜好程度就是还蛮明显的，就是我如果真喜欢，我就是很义无反顾，可是如果我不喜欢，你连我的世界都进来不了，就是我会很明确让你知道我没有什么模糊地带，因为我觉得模糊地带好累，而且你累我也累，那我们还不如就是讲清楚，或者是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再怎么痛，如果我真的下定决心，我说出这句话，那就是代表没事了。可是，一旦就是我的情感的投射对象，就是我真的要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情，我真的讲出来的话，我就不会后悔。对，因为我不希望自己说出会后悔的事情，所以我一旦说出，我就是不会后悔。我觉得油门就是踩到底了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我觉得我一定也是会相对做很多反省，就觉得哎，好像不。我自己好像努力了什么了，就不行了，就是不行了。둘셋다있어요진짜있어요정말요진짜센치